疫情期间，公司举行会议要注意些什么呢？疫情期间，公司应该尽量减少人员聚集，降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和扩散的风险。如果一定要举行会议，记得做好以下的防护措施哦。会议前和会议后都要对会议室进行全面的清洁消毒，条件允许的话，打开窗户，保持空气流通。大家要保持距离，留出适当的空间，全程要戴好口罩，不能随便摘下来哦。会议频率不要太高，时间也要尽量缩短。其实我们还可以采取视频会议的方式，会更方便呢。明白了。